咱们去玩吧。你还在做检查啊？不能随便吃保健品啊！我给你收起来啊。让你先开球。干什么？回去了。可是我看你们在玩，我也想玩一会儿。那就只有我教你了，毕竟江晨的技术你也看到了。我先回去了。打球，打那个球啊！这打球特别简单，看。我先回去了，下次再来找你玩。原来你会打台球啊？你不嫌脏啊？不嫌啊，不过没想到你打起台球来那么帅。哎呀，虽然你这次输了比赛，但是肯定不是因为你不厉害，而是因为吴伯松他太厉害。真的，你要是跟普通人打肯定能打赢，但是吴伯松他不是普通人嘛，所以说你这次输了比赛也不要太难过。